而且他这个第一关把你技能回复，超级爽的。这么多真香仔，好。艾克斯一转一装还是二装还是六星状态就好，最好的话就是暗的那一只，我觉得。就一共两个练满六星艾克斯跟其他就有了，练一只练满一只六星艾克斯或者是七星都可以，只要练满其中一只加上其他的十抽都要双满，就是这样子，其他都要双满哦。把水珠把暗珠弄掉。然后再来，这边重点来了，各位观众，九 combo 嘛，对不对？直接来。第一回合一定要先把暗珠弄掉哦。不然太多暗，他这样进消哦。然后再来拼图盾嘛，对不对？直接手转，开神仙斩。神仙斩开完之后，毛妹打开哈，然后把它撸成强化珠，然后把这个拼图有没有？拼进去。好，然后攻前盾。哇，这个暗珠量，我操！一二。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四十五十五颗还行啊，十五颗还撑得住，再多就不行了。全反击，全反击。然后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。OK， 火焰地形八 combo 哦，这对自带加康，所以不怕，还自带加康啊。然后手下多王简单盾了，这对伤害非常高，这个伤害我估计撑到年终应该也不是问题啊。好，这个伤害也是有点作坏。差点他把自己弹死。没事没事。好，下一关三十连击盾哦，这边的话开启你的铜虎。哦，这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哈，因为以防万一他打我们打死我们哈，所以我们这边开完铜虎之后呢，我还是开一下全反击啊，比较安全，比较安全。反正呢，我们是靠最后面那一只打嘛，所以开左边的全反击是没差的。谢谢 BOO 加入局本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好，基本上一只就打死了哈。好，接下来自残20%这里，我们先开吕布的炸，我喷啊，喷完之后呢，合体可以干嘛？不能干嘛哈，反正就这样子，然后。一星，好，打完之后呢，我们开这个全反击，有没有？挡死一波啊！记得不要烧死自己啊！好，这样子，
钢铁徐粉，上个月有开，我是不是再一回合就过了、啊？这边应该是不用怕的，过了吧？啊、哦，有没有？然后再来这边是什么？强化初级拼图盾线，所以呢，我必须我如果把它转成不行，它无法控制，所以不能开神千斩。好，所以我们这边先开这个挡死嘛，先开挡死之后，他要拼什么东西进去？他要拼水，只要强化腐蚀就可以了吧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只要强化腐蚀就可以了、啊？不一定要水吧？他是强化初级拼图盾嘛，哦，那这样子团长就没差啦，随便拼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就先开个这个哦，全满级先挡一下，哦，把伤害拉高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随便转，我也不知道我在转什么哦，这就是。这样随便转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团长的伤害呢，已经来到了56000了，然后加上这个11000，哇，哦，碎裂，我看一下，队长自身，哇，这个是团长专武哎，这一只看，这是团长专武啊。好，那我们把木珠拼进去好了，好，这个版面拼木珠，啊，还是拼这个好了，拼这个。把这个一样把木珠拼进去好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再加个龙坑。OK， 这样子看一下打多少，218024，实际上打了2000亿啊，2000亿，我们打了10倍的伤害，非常的简单。真理之门那系列现在还称真理之门是什么？巴黎推荐队伍，巴黎拉普夏娃、武则天、萨斯姆、王二护盾在情况下控制能够 OK。